放在第一款呢、啊，就文化创意产业之创新研究育成及发展。然后呢，那个第十的东西呢，把它放到第八的文化创意产业策略之研究的说明栏里面，立法理由里面，把那个吴怡真委员的那个修正理由的第二点，把它放到这一款的那个就是立法理由里面去，这样才能够去强调，就是说你这文化创意发展呢，还是要以地方文化作为基础。吴怡真委员同意吗？放在说明里面。就是放在说明里面嘛，嘿，就是把你的第二点放在说明里面，放在第八款的说明里面，他就放在说明里，好不好？那看要不要增加附带决议，好，那就谢谢你了，看你要不要再增加附带决议啊？我在说明栏里面就可以了啦，决议决议也可以啊，好，那你们写一下嘛，好不好？放在决议栏里面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那这样我们再跟各位报告一下第四。